今天是10月5号，我们在南非的最后一天，这里呢就是我们住的旅馆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一晚上人民币呢，大家觉得猜的是多少钱？最后和大家说一下，这在窗外的环境里面呢，这是两张床拼在一起的，然后那边还有两张床，床确实很多，这个就是他的卧室。这是他的厕所，然后就是这么大了。下去之后呢，就是他这个旅馆的主要的地方。他这有点像是一个人的，因为通过 Airbnb 的什么，像是个人的房子。嗨，那我们先推钥匙。You open the gate? Yeah. 然后，这个房子很大，房子非常大。这是厨房。这是我办公的区域，这边是，这是猫，然后这就是我们住的，这活动区域非常大，它这边可以提供早餐哈，50兰特，也就是说25人民币，整个房子是300多。350人民币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See you, Michel. Bye bye. Nice meeting you. See you. And you too. Nice meeting you too. You must have a safe trip. Thank you. Thank you. 小狗。这就是南非的一个民宿。我们现在要开车走了。下午4点的机票，我们先去。再转一转，还有什么可以转的地方。早上9:17，离植物园越来越近了。这是一个天气挺好的一天。植物园描述一下。植物园就说他们都推荐来这儿嘛，然后评分也很高。然后陈伟说我们最后一天了，就是看一下植物的多样性，所以我们去看一下。它的植物保留得很好，几千年的都有。然后是这边也是一个必来的景点。我们现在到了植物园了，都是参天大树，这个估计有个300年吧。我这上1年都有了。这棵估计有3年。别猜了，到时候会没有，刚才是开玩笑哈。正常这些树肯定时间都比较长，具体多少年这个不确定。没关系，到植物园里面它都有个胸牌。多少年份都会有写的。昨天煮那个面还挺好吃的。哪个面啊？也没拍西红柿啊。昨天陈威那个，我们晚上到了之后吧，陈威开了14小时车之后，然后积聚了一股力量，然后做了一个番茄面啊，番茄面。我靠！大家看到那个车上的弹眼了吧？那不是跟你妈妈学的西红柿啊？他们每次就一个车爆胎，为什么就来这么多警察？对啊，录像。啊，他们每次就是有什么事，开始出动很多警察。对，就一个爆胎而已。而且都穿了防弹衣啊，干什么的？你看，以防更恶劣的事情发生啊！因为他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什么的征兆。是啊，有可能故意爆胎，你到几点钟这有个。是吧？保险车啊什么的，运钞车啊也过了。一部电影就这么长。对啊，小心为妙。小陈儿，小陈儿，上次谁这么叫的？是啊，忘了，你说一说吧。我们这次南非，这是什么？没事，你说刚才那些。哦，这次南非人拍了白人、黑人、杂色人，还有肥的。然后动物植物海洋陆地海洋啊，高山都拍了，就剩下这个植物了嘛、所以我们就把植物再拍给大家。然后蹦极都拍了，从谁把孩子坐车、他刚才停车的时候他说也可以要阴凉，很热情。你会感受到对，也没要小费。对，
但是大家如果什么的话，就真的习惯性。在旁边来这边一定要习惯性多备几枚硬币。对，没事就给一个。我们车后箱有那个箱子，我就说不用，就停在光明的地方。嗯，这样。他这个单人是70，然后如果要坐车的话，就再加上80，是加80吧，70+80。嗯。但是就除以29人民币嘛，但是他到11点才有。嗯。要步行的话，要走2-3个小时。他有班次。嗯。然后现在9:30，所以我们正常其实2-3个小时还好了，那本来就是来观光，我们只是时间有点紧，就要赶飞机而已。嗯。他不2-3个小时不是很正常，是吧？对。从那边检票进来之后就可以走了，感觉很大哈。这边是桌上，对啊，很大很大。嗯，我们在哪儿门口？应该在这。嗯，我们在这儿。哇，错综复杂。刚才我们花了5莱特买了一个，是在卖门票的地方，就是基本的信息。买一些基本信息。是一种国家什么？很多好像就。然后你看这基本职位是这些，比较特殊的哦，在他经常举行那个音乐节啊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很多种职务啊。这个，那芥末在这个面板上就都看得差不多了。对，可以走了吧？啊、嗯，买个票就为了进来吃面。走吧。1940年到1993年，记住这个人啊。嗯。纪念。哇，这真的很大，芭蕉树总这么大。这是个中央地带，成这个地方。没写年份。嗯。哦，他也来种过东西。嗯。你看，这里还有他一个头像呢。哦，这个是不是就是他摘的？这个。哪一个？这个。嗯。哦。哦，这长得好像一个鸟头啊，孔雀。像不像？嗯，对。顶冠。啊，真神奇哈、啊，这边的植物。对。哦，有可能这些就是他种。我们暂且去定了是他种，应该是他种。这不是，你看，嗯，这边种这个，对吧？这名字叫这个，曼德拉斯 gold， 就是他种。嗯，你看这，对，肯定是他种的了。曼德拉金。哦，这都是挺好看的这个植物哦。嗯，挺好的。真香啊。这太多了，拍不完了。早饭没有吃。我衣服这么宽，什么？走。这有一个茶舍，往茶舍这边方向走吧。这个走多久？啊？这个是多久？我们刚从那边过来的啊。没有写年份。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这树。嗯。
走吧。对呀、啊，那本来就是这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，车文？你看，你翻一下啊，我看这边的。我翻译完了，太阳下山了。一个字。因为这边专用名词太多了，然后我英语不好，陈文的英语也一般，所以有些词我们就大家就是可以暂停来看一下哈，可以暂停来看一下。嗯，哎，其实他们如果有能加个中文标牌就好了哈。对吧？那就多竖个牌子嘛。到时候多媒体竖个多媒体。或者说，这样二维码一扫就出来一个。这个庞大的信息。不麻烦。也不用。专门有一个人，可能一个月的时间全部搞。不用竖个 iPad 在这边啊。不知道怎么拍，因为不没有重点感觉。这个比较不用它放在这儿。哎，看到吃饭的地方了，是吧？进去再有两个小时。太饿了，从昨天晚上睡觉之后就没吃饭。睡觉之后你还要吃什么？那么大一碗面给你吃还不够？也就你进来是找吃的，你何必拍他？你不饿？啊？我陪你吃一会。要不你自己吃，我去旁边。别一搞就拿个相机顶了我，厉害！我们看一下菜单。嗯，刚才点了一些菜。这是园区里面哦，看起来还不错哦，都做的跟朵花一样。这个能吃吗？这个也是菜吗？这应该是装饰。嗯。然后这个大家看一下啊、哦，视频翻译一下。哦，这个就是经典早餐，什么早茶，什么饮料。我们看图案就直观明了啊、哦。你刚才点了什么？菜菜我们点了哪些、这个、啊？点这个还是这个？这个。我点了这个。他点了个这个。嗯。然后还有什么？我点了这个。啊、嗯，一看就好吃。然后大概就是这些东西。喝的点的什么？甜点，嗯。你点了这个，你点了这个啊、这么凉、对，红色。然后，差不多就这样。我点了个博士茶。嗯。